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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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今天继续讲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讲到156页，那，还是一样，请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专心听讲，不做旁的事，啊，为重法故。现在我们继续看157页。这个上次讲说，请师安心，我心不安，请师安心啊。然后这个，初祖达摩祖师就说，跟慧可大师讲说，将心来于汝安，这个将就是拿啊，将心来，应该要加一个字，无与汝安啊！我替你安，你要我帮你安心，那你把心拿来，我才能安呐、啊！啊，那你不把心拿来，我怎么安呢？于是这慧可大师就回答说：“密心了不可得啊！”这个达摩祖师就说：“无与汝安心静，我。”你就替呀、啊，替你已经安心静完了完毕，啊。那么这一段公案呢，此即与止观毕竟空寂之意相符合啊，那就跟止观里面要观毕竟空寂啊的道理是相符合的。修止观之门径甚繁啊，若教啊，这个对不起，我不太苟同啊。这个修持止观的门径应该是甚多啊。那下面是讲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法门，这是近代的净土宗的讲法。那智者大师并没有这么说。啊，智者大师在他的论文里面并没有这么说，所以你们就自己看就行了。啊，我就这里略过。啊，好，157页的中间论文啊，初六根门中修止观者，一眼见色时修止者。随见色时，如水中月，无有定时。若见顺情之色，不起贪爱；若见为情之色，不起嗔恼；若见非为非顺之色，不起无明之诸乱想。是名修止。接着第二个呢，接下来就是在六根门。啊，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啊，六根门中，啊，这是什么？叫动用中。这个修行啊，有两种，一种就是在静坐中，另外一种就叫动用中。动用中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然后一切时，这个。行住坐卧啊，任何时候你都要用到六根嘛啊，那么所以叫做动用中。那在这有相对于什么呢？就相对于你在静坐中应该让六根极静，所以就不用六根的嘛啊。但是你在日常生活，你非用不可，对不对？所以
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在动用六根这个时候要修止观啊。那么一眼见色时修止观者，那第一个就是眼根啊，眼根见色的时候呢，要就是修止观，这因为这个眼根就动用到眼根的时候，那令他见色的时候呢，就要修止观啊。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即使不打坐的时候，还是要修止观，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把握机会修止观，你既然是修止观的人，那任何机会任何时间就把握机会，把握因缘而修止观、哎、那不能说只是在坐中修，那这个坐中的时间甚少，那日常生活的时间甚多，那你如果是专修止观的人，那只是在打坐中修，那你一天没有修多少，对，那你这个圣道如何能成呢？比如说一天你了不起了不起，这个做个四小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四小时很长嘞啊、哦。那我们你就说，上午做两小时，下午要再做两小时，你看这个两小时跟两小时，并不是只有两小时哎。因为前面要准备，后面起来的时候腿痛，又要伸展伸展，对，然后不能马上起来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四小时呢，就变成差不多五六小时了，你知道吧？可是这个还算是要因缘很好、很有福报的人。第一个呢，你那个四小时能够分成两个阶段，两小时、两小时。但是一般很多人都没办法一次做两个小时啊，对不对？很多人不要说做两小时，一次做两小时，做二十分钟哦就哇哇叫了，对不对？然后就腿动动，屁股歪一歪这样子，左歪右歪啊、然后身体也歪来歪去的，那个还都还算在二十分钟里面了、所以你看看，那你如果要每一次做二十分钟，你要做满四个小时，要多少次啊？对，好吧，那我们就说一小时。你说一小时的话，那你就做四次，得做四节。那个一小时呢，也是要前后，每一次都要前后要加上去，所以一小时在前后加上至少二十分钟吧，啊，所以。这反而更久，对，反而更久。所以一般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了。这除非你闭关修行，但是闭关也不见得能够，有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做这么久，啊。所以我这里讲的要点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打坐的时候修止观。你既然要修止观，你要令止观有所成就，必须要动用中也要修。可是我现在告诉你哦，我就讲个粗话，你不要臭屁呢啊！你不要说，跟人家讲说，我是在动用中修，你没有那么了不起。我跟你讲，你那个动用哦，是只是补充而已，你知道吧？补充而已，因为你正修修的少嘛。对，所以补充的修，随缘修啊，这个动用中又叫随缘修啊。那，静坐修啊，坐中修，坐中修叫正修啊。那动用中修是随缘修，那应该算是辅修啊。随缘修也就是辅修，可是你听我这么讲。你也不要又臭屁的说，人家问你说你怎么修？我都是随缘修。那不懂的人就不知道，知道的人就表示你没有正修。所以吹牛
不要让那个牛皮破了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在动用中也要修啊，要补足那个正修的时间的太少啊。所以第一个，眼见色的时候要修止，那眼见色的时候要修止者，者的意思就是方法啊，的方法是什么呢？这样的意思啊。然后下面解释，所以那个者下面可以那个句号改，把它改成这个两点呢啊。怎么修呢？那就是随见色时啊，随就是随着啊，随着或是依靠啊，依照这个或是随着见色时的因缘。依照那个因缘，如水中月，然后这里要加一个字了，观，加一个观如水中月，观什么呢？观所见色，这样的，观所见色如水中月。那什么是水中月呢？水中的月亮，这是佛想出来的，讲出来的啊，他老人家不用想，他就讲出来的这个比喻啊。什么是水中月呢？听得太多了，但是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有相无体。那这个相是什么呢？这个相也不是真正的相，有影无体。它只是个影子而已，影像啊。所以水中的月亮只是一个影像，那么如果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投影啊。这个影是什么影？投影，投影。这天空的那个月，投影在这个池塘的波心。徐志摩。我是天边的一片云，投影在你的波心，很浪漫啊，所以这个水中月只有一个影子，没有实体，不是实在的。可是这个影子有没有？有还是有，所以就变成一个台湾话，有影无样。台湾说有影的意思就是有东西的意思，说有东西。那意思是说真的啦，但是台湾话这个当然是不对啦。所以问说有没有，台湾说有影没影啊，就无样无样啊。那如果是真的，你就说有影。说假的就说没影，这样子啊。那但是不管是有影无影呢，都是影啊，啊这影就不是实体啊，就是不实在的啊，所以它只是一个投射啊，一个投影，一个反射啊，这样子。无有定时，无有定就是确定啊。确定实呢？实在，确定实在之物啊。所以水中那个月影啊，是没有确定实在的体啊，或是的东西，只是一个影子而已啊。就好像人影也是一样啊啊，因为光线的投射，所以有人影。但人影不是实在的啊。若见顺情之色啊，这要加一个主词了，行者，
行者若见顺情，顺情的意思就是悦意，悦意就令你的心欢喜的那个叫做悦意啊，姿色啊，那这个情是什么？顺情的情就是心，也就是感觉，是顺着你的感觉的啊，那个叫做顺情啊。那如果那就是顺着你的感觉的，就是令你欢喜的嘛啊。那如果违逆你的感觉的呢，那就是令你不欢喜。我们在古代的时候说，如果令皇帝老子不高兴的时候，叫做抚琴逆鳞。为什么？因为他是龙嘛，哎，所以那个龙的鳞，你要抚摸他的时候，你要顺着他那个摸啊，人家一弄都把它翻起来了，对啊。同样的，你家里有养宠物的，你摸你的狗或是猫，你要顺着它摸它的舒服嘛，你就反着弄，它咬你一口，对不对？而且你这反着弄的话，它那个毛都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你顺着它的那个方向弄，那就是顺着它的感情，顺着它的感觉，然后就悦它的意，它就很舒服啊，它很快就睡着了，这样的啊，不起贪爱。所以你若看到你悦意的色的话，那这要加一句话，必须觉知不为所染，必须觉知不为所染，然后再说不起贪爱。好，那么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这一对眼睛用了多少遍了，光是这一辈子就用了无数遍了，对不对？那你看看，我现在问你，你自从你出生以来，然后你懂事以来，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想一想？通常不会想嘛，看了就看了嘛，哎，那看了很高兴的东西，很顺眼的都去多看嘛，对不对？哎，那看不顺眼的，就要不然就不看，要不然就瞪他一眼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子的，哎，啊，然后或是瞪他一眼，或是瞄他一下，对，瞄他一下。像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这个读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小流氓、小太保啊，啊，那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不小心看到他一下，他就跑过来问你说：“你瞄什么？”然后就跟你打架，这样子。啊，所以那时候走路不能乱看的，你知道吗？不能乱瞄，哎。好，那所以你不喜欢看的，你就用瞄的，然后。头也不动，然后就眼珠子转一转，这样啊，那个叫瞄了啊，好，然后那个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叫睥睨啊，然后睥睨常常是这样的，睥睨不只是这样子左右看，而且是向下的这样的，这叫睥睨，这样看人，斜眼看人，而且向下看。这样的，哎，这个中文的古文呢，你们现在大概都很少去讲究这个了啊，睥睨啊，是斜眼看，而且是向下，斜眼向下叫睥睨，表示很瞧不起，哎，好，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看到顺眼的，你就多看，而且越看就越舒服，对不对？那我们台湾话说，眼睛吃冰淇淋，对不对？怎么这样说呢？大概就是很凉吧，啊，很酷哦，啊，
那，我在这里我就讲啊，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想说，在看东西的时候，心里要怎么想，有没有？从来没有嘛，对不对？那你看看，跟修行人就不一样，修行人必须不一样，你懂吗？你不能眼睛看，那就跟凡夫一样，那就是他看你也看，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修行人跟凡人有什么不同？没有不同，那必须要有所不同。修行人这个凡人看世俗人看，他就是看，然后依着那个看的那个动作呢，然后摄受的那个对象以后，就起了种种的感受、感情，乃至于贪爱、执着，对不对？乃至于怎么样？乃至于就跟他走了，对不对？然后跟着走，然后想要多看几眼，这样的。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学了一个好像是说是青康青海还是西康的歌啊，那歌词哦就说美丽的姑娘见过千万，只有你最美貌啊，世上多少人这个见到你的时候都看得脖子酸，我现在已经出家了，不方便唱，那很好听，下了课我私下唱给你们听哦。然后，因为这个歌很俏皮，也很好听，所以我们那一班就把它当做班歌。世上多少人望着，见着你望得脖子酸呐、啊，姑娘呀。好，这个，然后现在再讲一个例子哈。我在美国闭关的时候，那有一天就是。出关出来办事，然后开着车子。那你知道美国他们那个房子常常都有游泳池，你知道吧？那而且他们游泳池啊，常常也都没有篱笆围着，对，就是 open 的，你街上都可以看得到。他也不怕你看，对不对？这洋人就是比较野蛮嘛，对不对？所以就。穿着那个比基尼哦，然后就是晃来晃去，走来走去，这街上人看了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人去看他，你懂吗？然后，我那一天呢，就是夏天嘛，然后这开着车去要办事，就走过那个一间那个房子的时候，然后忽然大概有两三个女孩子。就穿着就比基尼啊，但是我闭关了，因为很清静嘛，所以开车开过去也只是很短的刹那而已，然后很短刹那，但是一看到那个女生身体的身啊，就忽然心里面砰跳下，但我就想，我就自己审视说。奇怪，怎么会跳一下呢？我想说，其实这很普通嘛。你看那个，那个照片上啊，画画上啊，电影啊，那么太多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以前看就不会跳一下，现在怎么跳一下呢？后来我就想到，就说啊，就是因为闭关清净，第一点，第二个，发现这样子。无始贪爱习气，修行那个习气因为闭关修行那个习气比较浮下来，没有显现出来。可是现在碰到那个境界，就忽然它就浮起来了，这不可思议，它就浮起来，你来不及挡它，你知道吗？那
而这个贪爱不是贪爱什么，是贪爱色。那讲的明白一点，就是无始贪爱淫欲，贪爱男女身，然后他那个种子在那边。那现在是因为修行的关系，所以暂时眠伏啊。那可是碰到境界，他马上就勾出来了，很快就跳起来了，哎。就好像你电脑里面点一下，它出来了，一样，你点那个 icon 点两下就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哎呀，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顺便讲一下嘛，这个世间呢，这整个世界的文化、人民俗啊，都变得越来越堕落，都被西洋人给染污了，就以色情为有趣这样的，都追求的对象，然后这个女人呢、就女孩子啊，这个就不知道羞耻啊，这个其实这个不是现在才这样的，真的希腊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肉体当作艺术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东方都没有这样子的，对。啊，就所谓的以把肉麻当有趣这样的，把暴露当艺术这样的。那你说，那个艺术家真的看到那个女的都没有感觉，那他可能是。性无能，对，就这样子啊，真的嘛，好，接着看下面，若见为情之色，如果看到违逆的感情的这个色的话啊，也就是说令你不欢喜的色，然后同样的你要加上。觉知不为所牵啊，所以你看嘛，这个世人颠倒啊，那西洋人在这方面是最颠倒的了。那我讲这个不只是说我们东方人的习俗的关系，佛也是这么说。佛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人为什么要穿衣服？为了遮羞啊，为了遮羞，为了。羞耻心的关系，那事实上不是我们佛说，连他们耶稣教他们也是这样子啊。你看，在伊甸园中的时候，这个又讲到了，这个耶和华这个创了这亚当一个半人呐、对哈、亚当跟夏娃，然后等到他们吃了禁果以后，就有智慧的，有知识，然后。有智慧有知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那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就觉得害羞，所以就各拿了一片无花果来遮。所以你看看嘛，所以西洋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所以以裸体当作艺术，这个恐怕，他们的上帝也不相信。还有他那个哈、就是说，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真的有自知之明了。所以反过来呢，之前就是无明嘛，愚痴嘛，对不对？所以我说两个白痴嘛，对不对？那连自己没穿衣服都不知道，这个已经白痴到极点了，对不对？一般的白痴也不会这样白痴，这个白痴平方。好，接着，若见为情之色，就必须要觉知，马上要觉知，然后不为所牵，不要被他。牵动，不要被他拉去了，然后因此才能够不起嗔恼啊。
若见非为非圣之色，那如果看到不是令你欢喜的，也不是令你不欢喜的啊的色的话呢，也是一样，需觉知不为所惑。那因为不为所惑，所以就才能不起无明及诸乱想啊。那这就称为修止，就称为在动用中见色时修止，动用中见色时修止啊。所以止什么呢？第一个止贪心，第二个止嗔心，第三个止无明心，这样的。也就是说，顺情的时候止贪心，违情的时候止嗔心，然后不顺不违的时候呢，止无明心。就不顺不违，譬如说什么呢？当然，这个顺为哦，是指，指有那个价值的哈、哦。那比如说，你看看人家变魔术，那应该可以算是不顺不为了啊、哦。虽然也很好看，但是没有什么大的严重的后果。那么这就称为不顺不为。那个时候你就会起无明心，然后就认为它是真的啊、哦，那就被它所牵这样的。就好像我小时候，不是说我六岁的时候，过年，然后人家不是有舞狮的吗？啊，那敲锣打鼓舞狮啊，然后到处，然后我就跟着去，哎，跟到中兴桥，过了桥到新庄了，哎，六岁，然后我觉得，哎，就过了桥以后。我想不能再过去了，我就停下来，就往回走。那往回走以后，不知道怎么回去了，于是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然后那三轮车也是很有意思，他也不怕拿不到钱，也不怕说我讲错了啊。我说他问我说到哪里，我说到孤岭街啊，孤岭街底啊，然后他就把我拖到孤岭街底。然后回到家，我妈付钱。所以这一个是我第一次的探险，六岁。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哈、哦，我的探险这个足迹所至哈、哦，差不多要骗台北市了。就是尤其是上了小学以后啊，一年级、二年级，功课没写的时候，我就去探险。好，往下讲，所以那种是种无名利，你知道吧？但是我那个小时候这个逃学去探险，也不是真的无名，就是怕打嘛，对不对？怕被打，所以是无名也是有名了，可是终归还是无名，为什么？又回到家还是挨打，所以，好，往下看，不起无名及诸乱想，是名修止啊。那所以就止息，在见色的时候，见色那个依色的那种情境，而起种种的感觉感受。把那些感觉感受都把它止息，不要让它驾驭你的心，这样的吧，好，往下看，上明六缘修止观已尽啊，在前面呢、啊，在六缘中修止观，现在已经讲完了，此第二明六根对六尘修止观也，那这里呢是第二大相啊。是表示这个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修止观啊，
要应该怎么修。初心之人修习止观，欲与止观相应，得其利益，果不异义。啊，就初发心，初心就初发心的人，初发心修行的人啊，啊，那修习止观，而想要令自己跟止观相应，而得到这个止观的利益，果不异义。意义就是很容易啦，啊，叠词表示强调，就非常的不容易啊。以其止观不与烦恼相应故，啊，这个止观啊，这个不与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物啊，应该是上语才对，因为他的止观还没有跟。不是，还跟烦恼上语啊，因为他所修的止观还是跟烦恼相应了啊。那如果不与烦恼相应，那就应该是离烦恼了嘛。啊，那离烦恼了，那么就应该是跟止观相应了。所以这里应该是比喻，那个不应该成上啊，就上与止观，上与烦恼相应啊。所以修止观。所以一边修止观，心里面一边很多烦恼嘛，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止观的好处啊。不须死心塌地放下一切，能所不二，不起分别，忘身忘体，而后可，可下面你给他下个句点。然后而后可上面那个逗点呢，把它去掉，这样才通。所以这个宝经大师劝我们说，如果要修止观，就应该死心塌地的放下一切，然后观能所不二，而不起分别，不起能观所观啊，那能止所止啊，因而呢忘身忘体，而后可。啊，要观到忘掉自己的身体，然后才算数啊。当知止观二法，否则你看而后可当知，这个就不通了嘛啊。止观二法是破执着之利斧，忘情见之钢刀。情见就情，你打一个顿号，见，情跟见是两回事了啊。情就是感情感受，见就是见解啊，感受跟见解啊都要把它忘掉啊。可是你晓得吗？众生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落生死？都是因为情。情就是感受嘛，感情感受是在一起的，嗯，所以称为友情嘛，对不对？那你说，哎，你感觉怎么样啊？我感觉很好啊，感觉很舒服啊，感觉很快乐，我感觉很悲哀，我感觉我快死了，这就是感觉嘛，是不是？我感觉没有希望，我感觉很灰色，啊。我感觉很光明，我感觉很有希望，我感觉我很，这个精力勃勃的，精神很好，这样的，都是种感觉，所以这个感觉呢，感觉是盲目的，那个见虽然不是盲目，但是，是开三分眼。好像打坐的时候开三分眼那样，那个叫见，什么见呢？不是佛法说的正见，正见是整个眼睛张开了，看得清清楚楚，众生在那个种种的凡夫见、外道见，那个见都是开三分眼，乃至于眯眯眼，对不对？所以看得不清楚，所以只有种种的这个能见度就很少。啊，所以种种的看得不准，
然后乃至于看歪了啊，所以这个不清楚的见，再加上盲目的情，这合在一起哦，就让众生在六道中跌跌撞撞，啊，这永恒的跌跌撞撞，然后都不觉得难过，这样的，哎，好，而且还蛮喜欢的，哎，对不对？啊，举个例子来讲嘛，罗素，我很迷的那个罗素啊。啊、哦、，Bertrand Russell， 他写了三本他的自传啊、哦，然后他活到八九十岁的样子，那他年轻的时候很不快乐，虽然他是贵族，但是他很快乐，他自杀，尝试要自杀三次，啊、哦，离婚两次。所以可见他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快乐，对不对啊？但是他的自传的那个序言里面讲啊，说其实他的那个序言讲得非常好，但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啊。虽然这辈子就是有种种的经历啊，啊也受了很多的苦啊，但是如果那时候他已经快九十岁了，写这一篇的时候，他说：“但如果让我再有机会再过一次的话，我很欢迎。”那我觉得哎不错啊，很好啊，这很有勇气啊。可是学了佛以后，才知道是什么，贪生怕死。每个人年老了都是希望还能够再活久一点。对不对？不会说老了啊，我好了，我赶快死掉算了，不会这样子。即使是什么？即使是植物人，他也想要活下去，你知道吗？只是他不会讲而已。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是什么？生存意志就是无名原形，那就是生存那个形字。就是生存意志，生存意志讲什么？讲我要活下去。休息。